好，那在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第一个节目就要正式开始了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呢，非常的特别，它是由两个兄弟党组成的二重唱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欢迎刚哥玉博族。喂，嘿，大家好。因为我们是干哥玉博，然后原因是因为他是干哥，他是阿干，然后对，然后这是我哥，对，就变这样。对，那为什么叫玉博呢？郭少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解释？哎，我忘了，是吗？对，反正就是因为有一个成语叫做化干哥为玉博这样子。好，是繁殖上的。好，对，好了，那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场合，然后大家在这边一起庆祝圣诞节这样子。对，大家来这边有没有很开心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带来两首歌，第一首歌叫做Feliz Navidad， 然后第二首歌是 Oh Holy Night， 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等一下会 cue 大家哦，会唱的就跟我们一起唱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反应不热烈，真的。好。介绍一下乐手，来，我们的鼓手嘉乐，然后这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慧月老师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唱，谁？
声一点。看大家都认识你。我应该还没有那么红。好，然后我是干哥他哥，所以叫干哥哥。哎、欸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这样，有点尴尬。好。调一下东西。好，那第一首它是一个欢乐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就是圣诞歌曲，那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圣诞快乐。对，然后再来第二首就会比较庄重一点啊。第二首我们带来的是 O Holy Night。其实刚刚有听到哎、欸，就是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到，哎，为什么背景音乐在播这首？但会破梗这样？我说不会啊，等一下就给大家就是带来不同的诠释这样子。